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Rainmaker 团队，我现在来跟大家分享一篇关于 Google 的文章。相信大家呢在搜寻的时候有发现 Google 喜欢在搜寻的结果中显示影片，所以呢如果想要提升公司网页的 SEO， 除了在网页中放入关键字以及内部连接以外，影片也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呢如果你的影片并没有发布在 YouTube 上，只有放在你公司的网页上，你影片中的重要时刻Key moments 很有可能不会被 Google 辨识到。今年5月 Google I/O 大会上呢，宣布推出了 Seek to Action 的测试版本，它能够协助让 Google 侦测到您放在网站上的影片的重要时刻。而也在7月呢，宣布这个功能已经不是测试版本，并且呢扩展到所有发布影片的网站。在 Search Engine Journal 的报道也有提到了这个功能， Google 将会使用 AI 辨识影片中的重要时刻，并且呢在搜寻结果中显示这些时刻的连结。 Google Search Central 也有提到，在设定标记时必须注意三件事。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网址必须具备生成的连结，可将使用者导向影片开头以外的其他时间点。第二点，可以将 Seek to Action 的标记用于想让 Google 自动辨识重要时刻的所有影片网页。第三点， Google 必须能够截取影片内容档案，才能自动辨识影片中的重要时刻。想知道这个功能的更多介绍，或是 Seek to Action 的架构范例的话，请到我们 Rainmaker 的 blog 去看。喜欢我们的朋友呢，也可以按下右下角的订阅，我们将在每周都会更新最新的影片行销相关文章给您，请大家敬请期待。我是 Cindy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